近日，麦当娜世界巡回演唱会来到澳门，女星钟丽缇携男友张伦硕到澳门向麦当娜朝圣。钟丽缇的一身吊带不灵不灵裙，原来是男友张伦硕细心挑选的，上镜闪烁效果吸引麦当娜注意。虽然最后未被麦当娜减重，但钟丽缇对于男友的 sweet 感到开心。除了看麦当娜的表演之外，钟丽缇更顺道集邮，就连中国拳王邹市明夫妇都不放过其秀性感合照。而谈到旧爱郭富城也来捧场，碰面是否会尴尬？钟丽缇大方说：“是好朋友，之前曾一起拍戏一日，不会呀，我会介绍我的小帅哥给他认识。”而谈到程程现任女友叫他年轻20多岁，钟丽缇就认为爱情无分年龄语言，最重要的是开心，希望程程生活幸福美满。